看时钟。2:22，好，没错，去吧。腿发没了，特别紧，特别紧。连这个路上都是雪，真的雪很大。写几公分吗？对，地上有很多，哎呦，这不知道多少的，好像很长哎，这很长的吧？100。你丢哪里嘛？丢跟另外一只一样的，我找不到。有一只倒了的，那只多好，也是120。这里90。啊，就。
风很大吹的吧之类的。还没热身呢，先不要上板子，走上要热身。板子又上不去，他在热身呢、啊。鞋子都包满了，放一下子。你看这个跟早上的，就是早上到目前为止都现在这么深。今天应该增加很多公分吧？今天搞不好有八九十都可以。我把鞋踢掉啊！把鞋踢掉啊！踢掉我的也是超多的、啊，可以了。把摆平啊，把你摆平摆平，只要用手摆平就好了。对啊，摆平，可以。踩我的板子。
所以他你叫他爸爸搞定他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走超处啊。嘿。跳你的头啦，危险！那你就不要叫人家救你，然后你自己不要受伤。我没有要去跳。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你要跳什么？那是练雪板的人才要跳，好不好？我们练 ski 的没有在跳。教练会学多久？你学多久啊？你要摔倒，还被人家撞到。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、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お一人でも乗車の場合は、软的平平的还好吗？好香啊！什么东西好香？拉面味。但是我们才刚吃的。Thank you.
这里。有吗？以前。哦，北海道。阿嬤出来玩吧，对，都有很多好吃的，花很漂亮。对，要打是不是？口水。一大堆口水。其实是水蒸气，也不是口水。好恶心，是水蒸气而已。就像你吐烟，其实收集起来就是这个。你很爱吐烟，就是这个。累积的超快的。你看，你刚刚帮我拍掉，又都是了。左边、右边、右边，看你们都可以。哪右边？绿绿音都已经在。不知道绿绿音不在哪。哪有？没想到跳下去啊，只是先准备。好，起来喽！你的棒子拿好，你都不带，我都有带起来，都不带，才会掉。等他们好了，要是没有溜得快的话，就不会捡。我们到旁边一点等。可是你蹭的时候重心会回来。自己走吗？不要等。是雪超多的，你要小心哦。雪很多，要小心，也会卡住，然后就会翻出去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滑不动了，滑不动了。我一直在往前。滑不动了，滑不动了。欸，这很深欸，这滑不太动欸。我在前面好了。我要动了，我要动了。好了，比较少了。
哦，我觉得这个就刹车刹得很厉害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就待会转下来以后就一直冲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一直冲行不行。我们刚吃饭就这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滑到这里。好，下去喽。哎呦！车下左边吧，啊，又是好多人哦，到后面去排队。这我们上不去啊，上不去，滑到右边去哦。
吃爆了。对啊，你过来。啊，过来。好热哦！啊！好累呀！好累。陷阱车等过更久了，这算快。哦，就这么短，没办法啊，不然就不能滑啦，就唯一的，唯一可以做不就这个。继续在很前面。对啊，刚刚我看到他。我们比较慢啊。比较慢啊。我们走左边啊，就是。脚好酸啊。对啊，就走宽的大路下来啊，看可不可以一直滑、啊，我脚好酸啊，一万天好累。太多雪了。应该上了。我们要来排队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快要缆车站了。
摔倒了，他就要停下。来不及上车啊！哎，他还是摔倒了。If the wind stops, that's great. 他的薄屁股的太大了。他有一个，我是穿防摔裤穿在里面，他穿的他的那种一个包包在他的屁股上，让他摔倒可能不会痛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关系啦，待会就会解冻了。待会就干了，就解冻啦。更长了。
还是可以排啊，他说关才关啊。老高大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先关、欸，它运行的还 OK 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关？好怪。啊？他们跟那个那时候一样。他到底有没有扫？他到底？哎，他已经扫不掉了。他接下来已经积了很多。他刚刚一扫都还蛮干净的。雪橇，我们再溜一下下。姐，姐，刚刚有个人说三点有可能缆车会关，反正就赶快排队吧。The airport chairs will stop 3 o'clock today because of bad weather, and the lift man gonna tell you the end of the line. Okay? Please follow the lift man's instruction. Thank you. 他就跟你说谁是最。他就说他们的人会告诉你谁是排队的最后一个人，就最后就到这个人了，就不用再排了，你还要关了。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要关。所以有可能要这一次是这样。对啊。慢慢滑吧。慢慢滑。哦。但是我怕也滑不下去，因为雪太多了，滑的速度很慢。直的也下不去。要停了。我说直板也下不去，刚刚在那边直的，转完右转，转下去以后就不会动了啊。雪太多了。所以这次你决定要走左边，好，慢慢滑。慢慢走，已经是最后一次了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快三点啊，刚刚有看时钟。你夹好。3:01。要关了。夹好，没有办法回来捡了。这日文我哪听得懂？他说中文。对啊，一夜到此为止。雪真的很大哎、欸！我们这是最后一次。对啊，我们应该我们不用排了，可以收工了。没有溜几趟，溜一趟不要来了。溜两趟。你不觉得溜两趟赚到了？我们居然在他关门前溜了两趟，要这样写。太多雪了，看这里造成雾气还多了。你都不会这样先挂着，先挂着，然后这样抓，挂着抓。这人好强哦，可以讲日本话。准备拉起来哦，拉起来哦，可以吗？还是要等会再拉？等会再拉。好，前面已经拉起来了，前面已经拉起来了。不要在这时候。最后一趟。
屁股推到最后一刻，哇，哇塞，有够难撸的。雪好软。对啊，又撸不动。下去了吗？有啊，下去了，撸不动。那还是我前。好，你前，你前，我跟你溜。看我跟你溜，我可以帮你撸。最后一次的。嗯。没有，他们要穿鞋子，我们走吧。我们也走不了啊。在你后面，我就在你后面，不用担心。小心人，你先，你先，你先 ，Go Go Go， 不然我减速，我再来就走不动了。好多雪哦。这边比较大，哎，小心！我会跟着你。对啊，就是六六看大的，然后做大 S， 大 S。就滑不动。小心。不要下去，不可以下去，那很软。
你们就没有去排了？你们刚刚就没有去排了？我们就上不去了，因为他刚刚已经没力气，然后一直卡住了。然后我们光下来就已经，因为我们在走中间比较快，我们走这个小路很多地方都刚刚停住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妈妈更没力气啊。嗯，啊小弟耶，小弟又上去了。哦，他排了几趟？两趟。两趟。弟弟应该有三趟。你们两一趟而已、啊。一趟。因为很卡，对不对？血多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这就叫粉血。哎、欸、，powder， 真的很粉哎、欸！哇，这几年血都快冻上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拖，你拖这边，你们一起拖。哎呀，啊我。那我在这边等小弟吗？我等他一下好了。
你，他们收了，也没有车，你还挤得上？你还挤得上去？可以帮我忙吗？拍雪，我在等你，互相拍了。在那里拍，因为你在这里拍，这里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他们在努力的铲雪，他没有路子。怎样？有没有觉得跳跳？没有啊，都不会滑，啊、不会动。不会动。对、啊。我用快的速度滑，觉得跳跳。你的话变得不会动。插不下去。很好插呢。我还故意去找那种没人滑的地方，不过我大概只能体验到2-3公分吧。那2-3公分我已经也够。搞不好10公分我就要往前扑下去。哦，你是压很低的。不是，如果雪很深的话，不就会突然间扭力变大，人就会往前打。帮我把那个关掉。好啊。有录到斑斑在耍赖。